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倾力打造的大型融媒体互动戏曲节目《卷儿来了》，我是主持人董玉，欢迎大家。要说到呀，我们的节目现场呀，除了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呢，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呢，来观看，来和我们互动，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录制期间的实时直播，那就是我们的100位虚拟观众席的网友朋友们，我们掌声也欢迎他们的到来，好吗？其实有很多朋友在问我呀，说怎么样能够成为虚拟观众席当中的一位呢？有几种方式，您一定要记好了，可以通过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客户端，中央电视台央视音乐的客户端，央视戏曲的微信公众号和央视网，您可以点击《卷儿来了》的专区，然后不仅可以了解到我们每期角儿是谁，他们在哪一天录制，那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虚拟观众席的抢位，来到我们录制期间的直播现场，和您喜爱的角儿呢零距离的接触。我们在这里恭候着您，在这儿感谢大家的参与。要说到今天的这位角儿啊，可以说是当之无愧。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的北京京剧团有五大头牌，分别是马、谭、张、裘、赵，她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而且是至今硕果仅存的一位了。她是谁呢？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舞台上。有请今日角儿赵燕霞。
此刻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包括我们现场和网友朋友们，可能在想，卷儿呢，赵老师呢？在这儿我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个突发事件，就在我们录制的前两天，本来是要在现场和大家见面的今年已经90岁高龄的赵艳霞老师呢，突然身体抱恙，此时此刻呢正在医院，但是呢他心里一直特别惦念着现场和网友朋友们，所以他特别委托了他的女儿，同时呢也是赵艳霞先生的传承人张楚燕老师来到现场，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张老师。欢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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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此刻，这会儿我们都在一直都心里特别挂念着哈，这个赵艳霞先生怎么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现场呢？因为前两天呢，他不小心呢，从床上啊一下坐到地上了，后来我们就给他送医院呢，拍了个片子，然后呢，大夫说呢，是那个股骨颈骨折。这两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进行一个实时的连线，好不好？一起看一看赵先生现在的情况。来，小敏，听得到我说话吗？哎，董老师啊，听得到，听得到。哎，我上午呢就代表咱们卷儿来了栏目组，我就来到了医院，来探望赵艳霞老师。刚才医生呢也来病房查过房了。我呢也跟医生交流了一下，也问了一下赵老师现在的情况。因为毕竟是胯骨这边骨折嘛，所以也是需要时间来休息和静养的。基本上情况呢还算比较好，所以呢也请我们的戏迷朋友们呢放心。我想，很快咱们赵老师在医生和护士的精心照料之下，很快呢就会跟大家见面的。好的，小敏，然后我们也祝老先生早日康复，好不好？嗯嗯嗯，好，谢谢，谢谢小敏。这个刚才张老师看到这个有点着急，是不是？是的，因为已经住了好几天了。本来呢，我想今天呢，本来想推到这个事情，因为母亲那儿住院，我心里也特别的不踏实。但是呢，咱们这个剧组呢又忙了好几天，所以呢，我说那还是先来到咱们这儿是吧，跟观众见一个面。那这样咱们坐下来慢慢聊聊一聊赵艳霞先生的生平，讲一讲他的故事，好不好？好的，好的。赵艳霞，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她5岁登台，16岁成角，一生只挂头牌不挂二牌。她的一生见证亲历了京剧的时代变迁。赵艳霞先生曾跟随荀慧生、朱如香、李林峰等名家学习，青衣、花旦甚至文武生都能一肩挑起。他出荀入赵，既擅长演绎《白蛇传》《玉堂春》《碧波仙子》等传统剧目，还成功塑造了京剧现代戏中阿庆嫂、白毛女等深入人心的艺术形象。今年正值赵艳霞先生90周岁，即从艺85周年，我们将在本期节目中重温他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些经典之作，回顾他的传奇一生。今天的节目除了我们现场的观众之外，还有很多虚拟观众席的观众，我相信他们一听到说赵老师生病了，肯定心里特别着急啊。我们这样也看一看我们新媒体端那边的情况好吗？好的，好的。好，大家好，董毅老师你好。你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招牌青衣演员吴浩怡。那刚才呢看到师傅躺在病床上，心里面真的是特别心疼呢，心疼老师，因为我是昨天的时候才刚刚知道老师的这个情况，其实对于90高龄的这个老人来讲非常严重了。有点激动啊！我想，既然咱们今天来到这儿来回忆老师他这一路走来的他的很多的点点滴滴，咱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把我们的赵老师的艺术呢传给更多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好的，董毅。与此同时呢，我知道网友朋友们也是送上了非常多的祝福，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赵老师可以早日康复，然后继续弘扬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好的，谢谢孟欣，谢谢浩怡，谢谢，谢谢两位。刚才说到了很多网友朋友们，这会儿肯定有很多的留言哈，来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这么多呢。这边有一位网友说，这个希望赵先生早日康复，我们还想再看您的表演呢。是的，我们都非常想看到赵先生的风采。
他也十分想念观众朋友。那么这次呢，没能来到现场呢，我们也感到十分的遗憾。一会儿呢，我们可以听到哈赵映霞先生的一些经典的唱段。我们再接着来关注，署名苦茶的朋友说，赵映霞是我心中的一代大师。确实，就像刚才我一开场的时候介绍过，当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北京京剧团五大头牌马谭张裘赵，对，称为头牌，可见赵映霞先生的艺术精湛啊！是的，是的。好，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我和这位奶奶住一个小区啊，是您的邻居吗？我没见，不知道。经常能够看到奶奶，希望您能够身体健康。谢谢您。来，我们接着看啊，我是赵派资深戏迷，我知道老师平时呢还爱喝啤酒，现在还喝吗？这一看就是这个资深票友戏迷了哈。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喝，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演完戏以后啊，喝点酒啊，放松放松啊，解解乏呀。喝了，应该说喝了一辈子的酒，天不冷的时候喝啤酒。天冷了以后就改喝黄酒了。因为黄酒是热性的，可以有一些就暖胃。对，它可以暖身子。对，此时此刻呢，我相信还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在网络上在关注着我们今天赵映霞先生这期节目。其实呢，我们特别想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呢，能够让电视机前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了解赵映霞先生的艺术。他的一生真的就那么一帆风顺，就一点一点学习，一下最后就成大角了吗？我们听您慢慢道来，好不好？他四岁的嘛，就随父母嘛，到处跑，到处走。那么五岁呢，就跟父母到了武汉，然后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嘛，就到处的漂泊，去过像厦门呐、重庆啊、长沙呀，还有上海这些地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过去的跑码头啊，走到哪儿就演到哪儿。大概应该是13岁的时候吧，跟父母呢一起来到了北京。这样才算基本上安顿，基本上安顿下来了。赵映霞诞生于一个京剧世家，成长在科班之中，自幼便承载着家人的厚望。由于父亲赵小楼是武生演员，他训练女儿不是以青衣或武旦的标准，而是按武生演员来训练。梨园行都知道赵映霞是被赵小楼打出来的。年幼的赵映霞常年扎着大靠，穿着厚底，披星戴月在院子里训练，困了就靠着墙睡一会儿，一个机灵醒来又接着跑圆场，连新铺的洋砖地面都被踩碎。得益于如此高强度的训练，文武不挡也是赵映霞先生艺术的另一大亮点。可是即便如此，父亲赵小楼对女儿仍不是那么满意。但是我母亲那挨打不是一般的挨打，也应该说是经常的父亲啊就拿着这棍棒啊，只要下来就一顿打。你不管是演坏，演的今天演的不好，那肯定就挨打跑不了。今天演的好也得挨打，也得打。这我就不能理解了，你说演不好你打一下，下回记着在这个地方不能这样了。对，这演得好为什么也要挨打呢？他说我打你，我就是告诉你今天演得好，你下次以后啊就按这个演，记住了。让你现在孩子们学戏没那么苦了，而且现在中国像戏剧学院，我听说还专门开设的这些培养我们戏剧人才的班是免费的，也不收学费的。所以你看，还是我们新时代的生活多么的幸福。母亲练了很多很多苦功，所以呢才成名成腕儿哈。刚才说了她的一些武功的技巧，但是还有一个我们的戏迷朋友特别了解的，就是赵映霞先生他的嗓音了得，嗓子太棒了，说不用话筒都可以的，这是我们现在很多演员做不到的。堪称苏鬼
从小啊，他就说没有钱找这个琴师啊吊嗓子，他就采取了他的自己发明的一个土办法吧。什么办法？练嗓子。那就是冬天比如说结冰了，玻璃上结了很厚的冰，他呢就对着这个冰喊嗓子。那得到室外去啊。对，到室外，而且对那冰呢，什么时候把那个冰啊给喊化了为止。还有呢，就是弄一个坛子，那口小的那种坛子，他拿那个手啊把这坛子口啊给捂住了，然后他那个在里边就喊，那坛子里呢肯定他声音出不来嘛，啊，最开始喊的时候他自己听不见，完了以后慢慢慢慢开始喊了，喊了一段时间呢，自己就能听见有声音了，哎，然后慢慢慢慢外人也能听见有声了，喊着嗓子了，哎，就通过这种方法，他把他嗓子就练出来了，所以他那个过去那个剧场特别大嘛，都是3000多人的剧场，所以最后一排的这个观众啊，都能听见他唱的什么，特别的清晰，特别清楚，对，从来他不用话筒。所以就是特别皮实，对，练出来的这个完全是练出来的，对。那什么时候开始红了呢？就被全国认可了呢？来到北京以后嘛，头出呢他是唱的《十三妹》，第二出是唱的《大音接烈》，第三天唱的是《翠屏山》，这一下就红了，在京城名声大噪。16岁的赵燕霞先生一经成名，便成立了燕鸣社挑班演出。小小年纪与各派名家打对台，也毫不示弱。尤其是代表作《玉堂春》，从40年代演出至80年代，长盛不衰，每每演出都是座无虚席。《玉堂春》当中的经典的演唱了。今天我们现场还来了另外一位学生哈，王金，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母亲的学生王金，他现在在北方昆曲剧院。这位呢是北京京剧院的吴浩仪，也是我母亲去年收的徒弟。哦，你们俩一起拜师的？对，他们俩一起拜的。刚才聊了这么多传统戏，咱们接下来要聊一聊现代戏，而且是开篇就和大家见面的沙家浜了。上世纪60年代正值京剧现代戏创作的高峰期，讲述地下党员团结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沪剧《炉荡火种》大获成功，因而被改编为京剧向全国推广。当时的负责人遍访全国寻找阿庆嫂的理想扮演者，最终选中了赵燕霞先生，因此他成为第一位阿庆嫂。
1963年，北京京剧团接到排练任务后，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创排工作。1964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北京京剧团亲历演出的现代戏《炉荡火种》成为了最红的剧目之一。毛主席应邀观戏后，正式更名为《沙家浜》。最开始呢，这个是叫地下联络员，然后呢，又改到炉荡火种，最后呢，说毛主席说呢，可能这个字啊太多了，不好叫，说干脆就改叫沙家浜吧，那今天呢，我们现场一起再来欣赏一下赵映霞先生在沙家浜当中的经典的形象。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这是在1990年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的时候的演出了。这个时候赵映霞先生62岁了，对，差不多。今天呢，张老师还带了当年我们赵映霞先生在舞台上塑造沙家浜当中阿庆嫂形象的一个服饰，是不是想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一件服装，就是当年赵映霞先生在舞台上演《沙家浜》当中阿庆嫂形象穿的，是吗？对对对，让家里那个阿姨呀、给做的。哦。然后那个边儿呢，也包的那个边儿吧，是阿姨的一个旧了的一个小褂子，给包的沿的这个边儿。哦。所以当时演这个戏的时候穿的这件服装吧，哈，就感觉到这件衣服啊特别的好。说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是手工织的，手工蜡染的，不是这个面料哈。对，所以它这个表面上有一层绒绒的这种感觉。哦。后来呢，就说照着这个图案呢，做这衣服。哦，这个上面还有字哈，对，对，叫阿庆嫂。这个还有号，39号。因为他那时候演阿庆嫂嘛，这就是第一件服装。太有纪念意义了。我们此时此刻看一看虚拟观众席的网友朋友们有什么留言哈。好的，来，有说赵先生是沙家浜的原唱，看来这一位可能也是刚刚知道哈。还有说啊，这么牛啊，沙家浜的衣服啊，赵映霞的沙家浜最好听了。伴随着沙家浜的热演，很快到了80年代，赵先生又迎来了事业的一个高峰。1980年，他带领着北京京剧院第一团70余人赶赴美国，在纽约、华盛顿等10个城市进行了83场商业性演出，为祖国的传统艺术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崇高的荣誉。我们说现在讲究的是戏曲的传承啊，不仅让我们中国人了解熟悉，同时也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80年的时候啊，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叫格尔德的，他是一个商人，他到啊中国呀，想把这个京剧啊带到美国去，介绍给美国的观众。当时的文化局一个副局长就跟他说呀，说明天早场给你安排一场戏。第二天早上呢，就给他安排了一场啊，我母亲的这个《碧波仙子》哦，哎，特意给他安排的。结果他一看呢，就看上了，就觉得哎呀，太好了，唱念做打呀，特别的精彩。是因为这个《碧波》是一出神话戏嘛，神话剧，哎，所以他特别的喜欢。这样呢，就签了合同了，签了3个月的，那个时候是商业性演出。
那个时候在国内可能还不多见啊。对，那是以后去美国3个月，啊，为国家赚了25万美金，哇，啊，走遍了美国的10大城市，啊，观众特别的欢迎，而且呢，美国报纸上呢就形容他的表演，说是我们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我记得当时的《纽约时报》哈，还有专门的记录说人类艺术的奇观啊，对对对，给了很高的评价。所以说我们说赵映霞先生在当年那是80年代对吗？对，就已经在做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出国门，不仅赢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对，同时呢也让我们的中国文化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对对对，和母亲一起在舞台上演出的这个经历，在您的记忆当中有很多。对，因为到晚六十快到后来到快退休的那时候嘛，他也年龄大了，有一部分呢就由我来演，比如像武戏啊什么的。91年纪念田汉先生80周年，我和我母亲两个人合演的《白蛇传》，他演文场，我呢从那个稻草，然后金山寺、断桥，我接中间这一块，哎，我们母女俩合演的。太好了，我们说如果是把您和母亲同台演出的一些资料，把赵老师的一些资料、艺术作品哈，能够多多的进行音像方面的保护，能够传承下去，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对，要说到保留资料，咱就不能不提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了。啊，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工程，21年的时间为100多位艺术家进行了录音的配像。对对，您和赵映霞先生也一块儿也都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工程吧？啊，对对对。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特别想回顾一下当年赵映霞先生带着张老师一起为我们带来的音配像。好的好的，咱们一起来欣赏其中的一段好吗？好的好的好的。好。这个当时配像的演员是吗？啊，对对对对。这张老师哈。赵映霞先生的录音啊，对，他的录音，哎，我来替他配像，因为他我母亲就是，很注意自己的形象，老是把想最好的这种，哎，形象留给观众，因为年龄大了嘛，所以呢就让我来配像。1962年，女儿张楚燕来到了赵映霞的生命中。他小时候甚至不清楚母亲是做什么工作，直到17、18岁才半路出家，以高强度的训练子承母业，并在跟随母亲演出的过程中学习实践，成为观众认可的继承人。母亲的嗓音继承给他，以假乱真；母亲的身段继承给他，干脆利落。王晶也演过这样子的形象，如果是把老师能够给你示范的一些保留下来，那就更棒了。他特别有心，他都录下来了。我有录音的，这么珍贵的资料，现场是不是也给我们放一下？可以呀，我也再重温一下。琴男子，有琴没琴男的？这是赵老师。琴男子。
赵老师，这是赵老师的手。亲呐，先冲出去，再包着回来。亲呐，对了。你这么唱戏，他当然吸引人了，这当然吸引观众了，是不是？这么唱，他就又美又好听，又冲又绵，又包着他，又放出他来，是吧？他当然好听，他有特点了，就他能够，哎呀，真好，真美，这味儿，是不是？赵老师对我呢，可以说是对我也很看重的。我排戏的时候，大冬天的，赵老师下着大雪呢，下着大雪呢。我那时候就想，赵老可能不会来了，因为我说赵老师，我排戏，您要不要过来看呢？你甭管我，我要能去我就去，好好排你的戏，别想别的。结果那天下着大雪呢，地下那雪得那么厚，赵老师打着车自己来到了京剧院。我那还排戏，说哎完了，王晶说那个你们先生来了啊，我说我们赵老师来了，说啊，赵老师那迈着蹒跚的脚步在大雪里头。从年轻时起，赵艳霞先生就指点过很多学生，但对于收徒却异常严格，因为他的艺术道路是坎坷的。他深知学习京剧艺术的不易，明白为人师表的责任之重。他在学生的面前有着当年父亲要求自己般的严格，但在一字一句、一招一式中，更多了一份柔情，多了一份体贴。先生80余岁高龄，还曾亲临弟子吴浩仪《白蛇传》的彩排现场把场，在台下看完近3个小时的演出，亲身示范纠正动作，连配戏演员的丝毫谬误也不轻易放过。若论赵先生艺术的经典之作，那就不能不提及他的《白蛇传》《小乖乖》。
这出戏呢，当初呢，是唱《白蛇传》的那个时候哈，到了断桥以后啊，我母亲就感觉呀，好像唱完了以后，有点观众要起堂，好像是，她就觉得好像这样对一个演员的这个面子上好像不太好，嗯，她就想办法呀，说怎么最后一场我能够留住观众，嗯，她就想了一个办法啊，她说我后面啊。我再加点唱，因为到河伯那场啊，就是唱点散的了，没有什么重点的唱段了，所以就观众有时候就起堂。这样呢，他就找了这个剧作家田汉，这《白蛇传》不就是田老写的吗？所以他到他家呢，他说：“田老啊，我想让您呢再给我写一段唱，加在河伯上。”田老就说。你还嫌唱少呢？因为《白蛇传》真是唱太多，那出戏整个唱下来是几个小时？三个小时连文带舞，很累了已经。田老说：“那行，明天你来给我取来吧。”结果呢，就是当晚就给他写出这个小乖乖这段唱词了。这样呢，第二天呢，我母亲去取这个词，又给李慕良老师，京胡名家，京胡太祖，就让他。也是一晚上就把这段唱这个唱腔就给设计出来了，然后呢又由我母亲来演唱，强强联合，哎，所以这三个人就成为一段大伙儿传的那么一段佳话了，成就了一段经典之作。经典的小乖乖哈，这也是赵艳霞先生独属的代表作了啊。是的，要说到最近一次老师露面和大家见面，应该是他的诞辰90周年，从艺85周年，是由北京京剧院和北京市戏曲艺术基金会一起来举办的这样一个特别盛大的活动哈。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再来回顾一下，好不好？来，我们尊敬的赵艳霞老师将要迎来90岁的诞辰，迎来他从艺85周年的纪念。赵艳霞，她的舞台艺术和创造精神是北京京剧院的宝贵财富。我90了，还能参加这个活动，没想到，我是没想到。感谢党。感谢群众，感谢广大的观众对我的支持。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我学戏也是很不容易的。人家是学戏花钱，我是偷戏。怎么叫偷戏呢？人家在屋里头学，我在外头听。现在跟过去那简直没法比了，所以这同学们呢，都好好的学习，感谢党的大恩大德。
刚才我们一起关注了这样一个短片啊，当时我看见老先生说话还都特别的有条序，然后精神状态也非常好。那天精神他们都说挺好的。那天呢，我是代表所有的赵派的徒弟来进行发言的，所以呢，我当时也是很激动。虽然就是我说我们这个赵派的所有的这个弟子在众流派中不是最多的，但是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赵派的徒弟能够相互团结，能够这个挽起手臂共同前行。我相信我们的这个赵派艺术会发展的会越来越好，传承的越来越好。也谢谢大家。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得知啊，今天我们请到了赵艳霞先生来到角儿的舞台，戏剧界的很多的名角儿呢纷纷送上了祝福，他们呢也有话要说。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角儿眼中的赵艳霞。我和赵老师啊，从排戏合作来说，是由这个63年现代戏开始，由这个炉灶火种啊，一直到沙家浜。我们说学习赵老师啊，学习他这种啊直爽性格，对工作负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长安大戏院，还是老长安大戏院，看他演的这出《四郎探母》。当时他已经六十岁了，他有点胖了，穿的那个旗袍，从外表来看，那形象肯定是不如20岁的人。唱了几句以后，台底下鸦雀无声。用他的这种艺术的这种魅力，完全把观众感染了。64年的时候呢，可能够跟那个赵艳霞老师同台，他的这个表演艺术啊，这种精悍呐，这种这个，我们在排戏当中他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呢，确实在我们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看赵老师戏，赵老师无论是扮相、个头、嗓音，他那嗓子就特别好听啊，特别这个入耳，再加上宝字清楚，这叫一绝，这值得我们后辈好好学习。还有啊，我要在这儿特别跟大家透露一下，有4位资深戏迷今天呢也在我们的虚拟观众席，我们马上进行一个连线。欢迎我们4位资深的赵先生的戏迷朋友们，咱们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保定的李怡彤。主持人你好。你好。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戏迷王雅超。我是来自天津的刘宇。葛毅老师您好。你好。我叫陈磊，是来自北京的，这是我的儿子。大家好，我叫陈子雄，今年10岁了。我和爸爸都是戏迷，爸爸是大戏迷，我是小戏迷。哦，为你点赞吧，咱们得给他鼓掌哈。真棒，咱们也来分享分享你们眼中的赵艳霞先生，或者说我是怎么了解到赵先生的一些艺术的，好不好？我吧是生长在梨园家庭，父母都是京剧演员，父亲李伯培也是西派非遗传人。那么后来呢，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母亲让我听了赵老师演唱的赵派的那个《白蛇传》里边的小乖乖。哦，这是我第一次听赵老师的唱段。当时一边听到最后我都眼泪啊夺眶而出。完了在工作中吧，我有时候就跟同事们给他们唱几句赵派里边的这个唱段。您是不是可以现场也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普及普及咱们的赵先生的艺术，好不好？哎，带来一个拿手唱段可以吗？可以试试看唱一段吧，怡彤。我就学唱一下赵老师50年代创作的《夜寒烟》。
其他的三位资深戏迷也都在鼓掌在听哈，咱们也都发表发表意见好不好？这位女士唱得很好很好，很有赵派的韵味儿。我今年60了，我们这代人是看着现代戏长大的。有一次是1981年，我记得非常清，1981年的8月份，8月21号，赵艳霞老师在哈尔滨演出，首场看的是《玉堂春》，特别的精彩。之后我就给赵老师写信，你往哪儿写呀？给北京京剧院赵艳霞老师收啊。不是，我看您手里拿的那是赵老师给您回的信吗？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这都是的。有多少封啊？这都是。我也曾登门拜访过赵老师，赵老师80岁，我去北京看过赵老师，后期86岁的时候，我又去看过赵老师一次，我崇拜他一辈子了，真是太感动了哈！是，来，我们请刘宇吧，刘宇，来自天津的这位戏迷，你也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好吗？我第一次看赵老师的戏是1982年。我是从12岁吧，喜欢的赵老师。啊，你是资深了，就也可以说是赵艳霞先生一些戏陪伴您一同长大的，对吧？对对对，反正赵这从1982年到2007年，这25年，所有赵老这历次来天津演，我都看了，全看了。赵老演盛况可以说是一票难求。我母亲就是天津人嘛，所以天津的观众哎呦特别欢迎。希望刘宇以后也把我们这个赵艳霞先生的艺术啊，多给你身边的一些年轻人多普及普及，多介绍介绍，好不好？最后这一组一直等着，其实我也有点舍不得，我们那小朋友站半天了吧？陈磊父子你好，不是，我现在看你站在什么地儿啊？您这后面琳琅满目的都是袋子，好像。哎，对，这些呢都是我因为我是喜欢收集这个老艺术家的这个录像资料，所以呢这后边呢全都是我的收藏品，然后我给您大家展示一下。哇，全是，这些呢都是这个早期绝版的一些录像带还有母带。这边呢，这是什么？就是它都分着行了，全是哦，它你都标记着注明了是吧？有旦角的，好像有老生的，你看有旦角老生，你看它分类分的特别清楚。花脸的，就是每个行当我给它分了类。哦，一个看来是一个资深的收藏家了。这边呢，拿两个近一点的吧。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这个现在好像很少看到市面上有卖了，这是录像带似的哈，1/2袋。这个是3/4袋。这些就是应该是在80年代还是过去的那个录像机。哎呀，看到这么多的戏迷朋友喜欢赵派艺术，特别聊得津津有道的，真是我代表母亲啊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谢谢我们四位资深票友。今天啊，我们现场也请到了三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呢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眼中的赵艳霞。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原国家乒乓球队的梁有能指导，我们掌声欢迎梁有能教练，欢迎梁指，你好。你好。梁有能，国家乒乓球队执教时间最长的一位教练，培养了庄则栋等10余位乒乓球世界冠军，伴随着国家乒乓球队成长为梦之队。他曾与庄则栋一同观看了赵艳霞先生的演出后成为戏迷，至今保持着40余年的友谊。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的梁指导来到我们现场，还特地我们备上了好茶，这是小罐茶，来。好，很好。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张照片好吗？哇，我看好多人，这是在什么地方呀？赵老师呢，他公演这个叫《芦荡火种》，那是沙家浜的前身，就最早叫《芦荡火种》。这是在60几年呢？64年。其实我和赵先生认识啊，是在1961年。那年呢，正好是在北京举行那个26届世乒赛。朋友呢说认识赵艳霞先生的爱人张昭先生啊，我们听得非常高兴。我、邱宗惠、庄则栋三个人一起去拜望了这个赵艳霞
先生，他们夫妇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也谈那个唱戏的，也谈比赛，我们就成为这个非常好的朋友了。一直到1964年，他请我们看这出戏。那时候您多大年龄啊？我才28岁。28岁啊？那您今年高寿啊？我今年82。82岁了。我呢，跟赵元霞，认识了几十年。他母亲呢，身体不是很舒服，没有大肠，但是我祝愿他早日康复，争取能参加到他100岁的生日。太好了，谢谢您。我们在这里也借您的祝福哈，祝我们梁老师呢身体健康，长寿，快乐，开心。再次感谢您的到来，好，谢谢，谢谢等您，谢谢您，谢谢。接下来要继续为大家请出的这位赵映霞先生的好朋友，也可以说是老同事了，著名的京剧演员、小生演员了，马顺德老师。你好，马老师。哎，你好，欢迎您，欢迎您，马老师，快请坐，请坐，请坐。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赵映霞先生搭档或者结缘的呢？85年。那马老师来的时候，等于说已经是剧团改革之后的事情了，是吧？正在改革当中。对呀，我就想问问这个话题，因为当时是全国各行各业都面临着这个改革的一个情况哈。80年代大锅饭的现象困扰着全国各行各业。刚从美国凯旋的赵映霞先生，在文化部长、北京市市长和剧团领导的支持下，第一个站出来发起了改革试点团，恢复全国各地巡演，迈出了京剧行业走向市场化的第一步。马顺德老师正是在改革的特殊时期开启了与赵先生的合作。当时剧团改革很简单吗？或者是会不会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呢？您是可以说是亲历者了。可以说困难重重，困难重重。这个改革本身它就是新生事物，对这个新生事物呢有不同的态度，有的是观望，有的就是甚至于反对。支持这个工作的好像不多，我们全团才正式演员才36个人，一个团的正经编制的话起码得70-80人。我们才36个演员，但是我们什么戏都演了。咱们团好像一赶三嘛，一个人演完了一个角色，赶紧又卸妆，又扮上另外一个人。冲在第一线，那么我们完成了场次，演出场次最多，上交任务完成的提前完成。敢于创新、敢于革新的人值得我们尊敬。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改革者们，也谢谢马顺德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的到来和我们分享的感受，谢谢。谢谢。接下来啊，我要为大家请出的呢，同样也是赵映霞先生合作多年的老朋友了，他就是著名琴师张茂杰先生。我们用掌声欢迎他，有请。欢迎，欢迎。到现在好像您还是在从事着和赵映霞先生艺术有关的工作。我在87年的时候整理过7-8出戏，因为我们80年代经常演出的戏，说是要出版嘛，我说问这个谱子怎么会没有？问团长，团长说这个时间太久了，找不到了，说你能不能重新再整理整理？这么着，因为我也有这个想法嘛，我又找到了一个懂电脑的一个喜欢拉京呼的，他在电脑上完成，完了我呢是来修改。画线什么的，这个可是一个工作量非常大、非常繁重的。我在这2年当中，我推掉了所有的事情，就在做这件事情。我看您还带来了专门的资料哈，我们来 看。这个有一些是这个电脑上的，这个电脑发完以后我那什么，哎，我来改，还有一些来不及的呢。那在东茶院玉堂春。对，玉堂春。这上面还有时间，2016年9月22日。对，就是特别的那个。繁琐，繁琐了。特别繁琐。一般的像这个曲谱吧，这是其中的一出戏的。对对。一小段。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听说我们的导演去最早去拜访您的时候，看到家里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厚的高高落的很高高的这种曲目，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这个作品问世以后，无论是乐队伴奏，还是说你演员演唱，演唱，还是说你留一个资料作为一个保存，对对对，都可以。对，等于一个学习赵派的这么一个工具了，因为以前市场上根本没有他这个，就是空白，没有曲谱，一项空白，对，所以他们做这样的事情，确实是。今天现场呢？还有一群非常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因为孩子也是戏曲将来的希望，是我们祖国的未来。那他们怎么样来表达对我们传统文化的敬重呢？他们专门为赵艳霞先生准备了一个节目，让我们用这样一个节目来表达我们对赵艳霞艺术的敬仰之情、祝福之情，祝老先生早日康复。好，谢谢。好，来，我们掌声欢迎孩子们。传奇，这就是本期的角儿赵艳霞。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祝愿老人家早日康复，艺术之术长青。那在这儿，同时也要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角儿来了舞台上的所有的嘉宾朋友们，感谢你们到来，感谢我们的现场观众朋友们，感谢虚拟观众席的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让我们下期的角儿不见不散，再见。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做客角儿来了，欢迎刘老师，家人齐聚节目现场，回忆儿时故事，咱们唱两遍。神秘嘉宾惊喜亮相，引得刘秀荣连呼难以置信，这个本事怎么会把他给没想到。更有刘秀荣回忆与老伴张春孝相守60年的爱情故事，我真爱你。更多内容敬请期待下周同一时间角儿来了。